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动物世界，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可爱的动物吧。中间的影子是哪一只小动物呢？是白鹭吗？不是。那是不是蝎子呢？也不对呢。会是蚕吗？错了，并不是。再好好想一想，是仓鼠吗？答对了，仓鼠。哇，仓鼠。又出现了一个影子，它会是谁呢？会是海葵吗？是哦。那么是草鱼吗？对。那是海马吗？错了。动动脑筋再想一想，会是福分吗？对啦，福分。哇，福分。这个影子又是谁的呢？是海螺的吗？不是他的。那是海参的吗？对，也不是呢。会是海胆的吗？也不对哦。好好思考一下，是海星的吗？是的，海星。哇，海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